的。这一次我们的防疫学家就特别的研发我们这个捏脸系统呢，特别设计进来，而且可以捏的部分感觉起来细节很多，对不对？对，新的防疫它可以做捏脸。我们除了男女之外，对，它可以换服装，设几个好看的脸型之外，换脸要换女生吗？对，对，我感觉其实大家应该会比较好奇女生长怎么样。很多人都有诟病一件事，3D 游戏通常捏脸的时候女生都长很丑，但是我们要让大家见识一下《防疫学家传》的M 的这个女生角色，感觉起来有多正。因为我自己前两天自己在试玩的时候，我就二话不说先直接捏女生了，因为通常捏男生感觉起来就是壮而已，可是这一次女生感觉起来变化很多。女生也是一样，而且还有就是，对，他还有些可能在介绍的时候没有跟大家说到，我们这一次其实不是只有提供手机的版本，我们也提供了，像我们现在在台前准备的这个就是一个笔电，我们其实也有提供微端版、微端 PC 版。比如说你不需要这样的东西，你可以有一个官方提供的最稳妥的，对，所以说它的稳定的玩这个游戏。是，其实我刚刚讲到微端 PC 版的时候，前面的玩家眼睛都亮了，因为他们都很清楚一件事，手机基本上在玩的时候呢绝对没有办法挂机，他们还是需要 PC 版来挂机的。好，那我们一样先回到我们捏脸的部分。各位目前在大荧幕上面可以看到的这个自己也在捏，对不对？但是我们也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捏脸系统特别在哪里。目前可以看到这个楚楚可怜版，这个脸型的部分我们大概有几种选择。其实它你可以看到我们有五个部位，眼睛、眉头、鼻子、嘴巴跟轮廓，然后有很多细节可以调整。所以说其实如果你真的愿意花很多时间去调出一个你想要的角色，基本上是应该是可以做的，输入是，所以这个我想到时候大家应该都会研究怎么样可以捏出林志玲，或者研究捏出这个蔡依林的这个脸型出来，还是他的这个选项造型都可以。那这个除了这个之外，小不小调的话，好，感觉起来可以直接发色，我觉得可以调整，对不对？对，这次除了脸型，因为其实脸型再怎么样，在手机里面或在 PC 上面都还是比较小，是基本上还是比较自己能看得到，所以我们在整个创作里面还多做了一个发色跟身体上面颜色的自由调配，它有三个从色相、彩度到明度的这个部分的调整，你可以配出，不管你想配出开始跟新手人物的配色，基本上只要你能想，你愿意花时间去做，都可以去做到。对，因为这个制作人在讲的时候，我就刚好前两天我的这个在接触的时候，我自己就这个发现竟然可以改衣服的颜色，而且又是一种未来装，马上就弄了一套钢铁人装自己在玩的，自己玩的超嗨。好，那我们呢这个部分呢就先介绍到这边，因为这个部分呢这个捏脸跟服装部分呢大家要亲自体验会比较明显一点。好，可以看到前面这边有一个特别的动画，其实这边就是完全的复刻整个端游的，是当年这个整个端游的创角动画有5分钟，是那现在我们觉得看5分钟的动画有点久，是，所以我们把这里面把它变成了2-3段的动画，中间其实设计了一些互动的小段，当然也带出了我们刚刚讲的这一个多路线的剧情，是，我们看一下对话的部分，这个等一下进入对话的时候我们再请制作人好好的帮忙说一下不同心情，反正对就对不动。好，可以看到这个目前已经进入到，其实你发现到有很多部分它会出现一个反黑，然后这个对它三个选项不一样会不同心境，这个部分就是我们的新手指导，应该是导，我们让它直接导入到一个很生活化的部分，对、啊、导这样你可以直接玩，而不是一个特别做的一个新手教学，让你好像一定要特别经过那一段。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其实有一个3个对话的选择，那在一开始我们为了希望能够帮助新的《防疫学家传》的用户玩家们，所以我们在这个对话选择最后面有配置一个这边的一个这个佛道魔的一个，这第一个是佛，第二个是道，对，就是在对话选下去之后会是加什么样的星系，那你的星系提升之后就会提升星系等级，就直接领悟内功，就是我们在前面引导大家进入三修的一个玩法，同样它也会让你在剧情上面你的每一个对话选择就会更小心去决定，因为你可以提前，不需要秘籍，不需要打宝，就可以拥有该内功心法。所以如何赢在起跑点的剧情研究，第一个就是佛嘛。对，因为先不好意思，先跟你们讲一个状况，像那个
我自己在试玩的时候，我自己体验到就一个很新鲜的感觉，就是当然啦，除非你特别的有要从佛道魔哪一个路线，不然像我自己的话，在我自己看对话的时候，我真的会觉得我自己是可以融入那个剧情角色的，因为那个你都会选那个，我觉得说那个超符合我个性的回答，我很想选那个答案哦，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佛道魔的这个选项互动来说，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新鲜很特别的玩家。加上至于如果你想跳脱出一个所谓的很根本的这个选择的时候，照自己的心境选，我觉得也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对对，好，那我们今天选哪一个呢？好，我的习惯是会比较低调一点，所以就第一个。好，第一个。哎，这时候就会增加你佛心了。但靠这个玩家在玩的时候也好奇，这样的一个累积有什么样的好处呢？他就会直接领悟内功，直接就领悟了内功。内功，等于说你一开始就能够补血，在你建进入门槛之前，或者一开始你就能够使用轻功，或者就能够使用辅助帮助别人增加他的攻击效益。在一开始的时候你就像两分，因为以前的端游其实是。玩家玩的时间比较长，你可能需要新手教学时间之后，你才有办法领悟到那些。这他也可以跳过新手教学，两个小时、三个小时，甚至六个小时之后的事情。而你现在手游市场跟14年后大家的生活习惯，可能不会给他这么长时间去熟悉。所以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系统，让他们早点去了解这些东西，学习动画，透过剧情任务的方式进入佛道魔的三修世界。是，好，可以看到这个时光机准备启动了哈。好，这是第二段。我们在整个创角里面，总共会有两段的对话选择。是，然后你也可以很凶，可以凶一点。我看你自己回去吧。这种魔性就会增加。而且你会发现到一件事，这个很特别的地方哈，在所有的对话里面，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角色都是很生动的，有表情的，有动作的嘛。在过去阿赖的时候，对话的时候，你就看到两个 NPC 角色站在那边，然后就一堆这个任务文字而已。这一次呢，感觉起来 M 的部分在这个部分做了很特别的设计，对不对？就是研发团队会觉得说，其实现在游戏这么多，你如何让玩家青睐，或者让玩家们相信你很用心在制作这个游戏？是，其实都还是在于细节。细节你能够做到什么程度？当然，可能游戏在复刻上已经很庞大，因为毕竟一个14年的游戏，有太多东西要去复刻要去做。但是如果能够把细节打磨得更好，我觉得那也是对玩家表达我们的诚意。是，是讲话。而且感觉起来，大家其实。我自己在玩的时候，看到角色在动的时候，我可以有一种更投入游戏的感觉，因为那个感觉就很像一样。但是现在到了手游了，我们要因整个时代的进步，我们需要做一些基础的教学。但是我们不想要就很单纯的去做教学，其实教学挺烦的。所以我们就把它融合进黄奕老师的故事里面，我们重新复刻了轮回。在这个《就虚空》里面那一部小说里面的一个三生三世九世轮回的一个桥段，让玩家去觉醒某一世的累世记忆，让他扮演旁班，扮演这个浪班鱼他们当年在对打的一个情况。是，那这个当然如果你不想要接受新的教育，你可以跳过，你就可以用你很熟悉这个游戏，你就不需要去看新的。但是对于新玩家来讲，他就可以去接受这个位置的邀请，然后记忆涌现。好，那么我们就来新手教学一下，来看看这次的新手教学又有一个什么样的不同呢？新手的有强杀刀，是他起一阳制作在攻击，只是自动打，三次，二次，三次，一绝雌雄。
都会动啊，也是可以动。我动的时候就会自动打。还是要找一个小故事桥段。动作就不会自动打。新手教学特别拿蓝江岛决战来做这部戏的这个新手教学的背景。当这个动画我发现在我的印象当中，特别是在星座，对，跟星座，完完全全为了黄飞群小传，特别是制作的动画，这个非常经典的老来战班决战，全村会拥有此番快意。然后在这个地方，其实我们从人法力、地法天、烟花自然，决定了你的心情。所谓武斗的至高境界，直接让你自当如此。庞某迫不及待了，我们再来。会决定你心情的提升，然后他告诉你说会决定你的相对应的。有一些玩家会很习惯的看到对话就直接快速按过，但是通常这个时候快速按过对你在旁边群聊说哎呦里面对你没有好处，因为你通常都要做一些这个心境选择，而且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好好的体会一下这个故事当中要带给你的一些感受。那这地方也带出了一个特别的地方，我们想让老人家知道我们做了一个学习的部分哦，就是在一档棋之上的学习嘛，然后我们可以发动，大家应该都知道棋器，棋器一段是杀招，有些棋器一段。那等一下，在进入棋器之前，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因为界面跟过去有所不同。以前大家的印象中，因为以前普攻只要组件点怪就可以了，可是在手机版的部分，为了这个手机操作，我们特别做了一个简化，对不对？对，就是它其实点的时候就可以自动发动。对。对画出它会让你能显示，就是它只是画出来，是防御端一般游戏的。一般游戏你在是按到这个普攻的时候，它完成一次性的技能型，是的，其他防御里面的普攻它比较像兵法俑、金牌、军事或者架势。当我施展这个架势的时候，我的每一招都是太极拳，都是八极拳，它是这样的概念。是那另一个其实有一个运气的东西，就是当你端你。那就是太极，或是有人讲黄金块，看你的武器，你会展现的怎样？是，但是在黄金还是可以。哦，第三次也能，这个我们实际操作看看，大家会比较了解这个差别在哪。那我们就插在画面上，就会再放出。现在什么年代？大业之年。处理三级。大叔哦，隋唐，这些就是三段绝学哦。那这就是星座，所以其实我自己会定义说，《黄奕群侠传 M》，其实对于来讲，它比较随身佩戴武器，比较 online 的资料，这都是轻松教学。它在手机上面呈现，是光是提供 PC 端游的快拳武器，原本的系统装一个。从背卷。人、这么多。对，这边就是要让他们两个要被扔。棍。我这全部都会装。这武器是这么多。是有五把武器。隋朝大约是隋朝，刚刚我们前面有提到这个《黄奕群侠传 M》里面有这个可以说是一个进化与重生，应该是在这边变化出了这个是新资料片里面的这个最主要的也配合的时代的进步，所以我们已经觉得是这个时代的最新的科技给带来的进步特色任务。还有路途线，还有各式路线。看到对极高手对决的动画，对动画非常的精彩。
那个拳王。庞某自魔宫打成金甲子以来，处处求败，全从我引流死。ATM 要不要需要你了？人法地，地法天，天化自然。去打工。所谓不懂的至高境界，自当如此。庞某迫不及待了，我们再来。是主线。新手教学总是要结束的，在这个时候呢，看到两大高手这个对决光影之后呢，就进入到我们的专场画面，我们即将要进入到我们的游戏当中。好，这就来到跑这么远，好，在这边呢，我想玩家会比较好奇的一件，就我们那 NPC 大家请开来战吧。虽然说也可不用了，基本上来说。之前的三 D 模型肯定不敢接来战斗，所以要获得这么庞大的游戏资源，确实是花了大把黄金派时间跟资源去进行开发。等于是，用14年前的骨，可是用的是现在的皮，就我们全部完全重新的加上去。好，那这边呢，当然有一个部分，我想玩家会比较想要知道，就是因为我把它简化成手机的，那它没有办法像安安的时候那么多的选项，所以在界面上的暴雨有什么样的特点？第一个应该最直观的就是以前在黄玉举家中的话，面前的要自己找的笔型，真的要做很好。那经过14年，我现在在跟键盘上点两下。点一下，它就自动放走到对应的 NPC 的位置。是的，14年后终于有了卫星导航吧，直接带着你到了 NPC 的面前了。外公，而且我发现一件事，这一次的面有特别做一个跟这个跟上时代的一个新的功能项，对不对？好，我现在在对话的话看不到，就是我们都知道现在的手游都很慷慨。那所以呢，通常大家在玩的时候呢，这个你在线时间啊，或者是你这个玩到一个程度的话，都会有一个福利。那么这一次好像我们特别做了这样的事情，对不对？有，就是这个我们先对话完，其实我们再来看看。哈哈哈哈哈。直接学。让我们先装一下那个武器，是，当时有情况，现在可以看到我们这把五把武器的武器架，对不对？所以说话这个，然后我们可以打开一下那个武力跟整个什么，测试是武器可以，确实在手里面直接学到底，可以影响那个武装，可以学到底。其实做这个系统最主要目的就是希望说帮助新手玩家更好的上手，是因为有很多的上手需要是老手的引导，然后可以快速的更快速的引导。对，像我自己在玩的时候，那个一开始可以到学到底吧，价值6000的 EXO 的时候，对我们打药帮助真的非常的大。我回家46级。刚才说他可以看到那个记忆卡也有药水，就帮你的。那还有什么印象给我们？虚宝，就是奖励发放。这个是等级奖励。这一页的部分是等级，可以包里面签到。对，刚刚我们看到的这个是在线奖励的部分，就是你在线大概10分钟、30分钟、60分钟的时候，都会有各式各样的好卡。都看到。对，等级的部分，我刚刚看到的部分，这个3级、6级、9级，跟这个等级也都有。好，所以奖励非常的丰富。商城。以前的话都要等那个做活动的时候，刚好有发讯号的时候才有，现在直接线上也都有。嗯。也要支线云霞商业，就是当然在任务的部分有新增的很多，你可以打开一下那个任务的流程图，我现在看到它是什么资料，加了一些能够帮助新的网络玩家能够快速进行游戏的奖励，是原本旧任务基本上都打下，甚至我们可以调整奖励，奖励一直行动，所以我们这一次的黄泉的确实是有这个是进化。好，可以看到这个任务技能书，我觉得这个任务技能书对我来说是一个方便的东西。你自己在试的时候，这个因为我不会习惯啊，
这个有效率的练功，所以说习惯把这部全部集结在初在初一的周时去练功。所以呢，这个经常性的会要检查一下自己缺了跟哪些 NPC 的对话。对，这个任务是难受受的，快速的去查找，然后会是这样需求的任务。然后，如果你顺着我们任务引导走，基本上现在玩家都比较习惯顺着任务，是因为带着你去打攻击一些损耗法的一些游戏里面的 NPC 的一些商店或者游戏，然后带你去认识。换女主，但是等级的时候，这时候星星会加成。就是五级的时候会可以加入我们所谓的原本的三大流派的其中一个，就是就可以认为可以加入。那加入之后，你就可以开始那一个门派的面功的学习流派。可是呢，透过我们这个星星武学系统，就是九天门派可以跨修。跨修，我们刚刚看到那个维新，维新任务的时候，对，那个任务就是这个。